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峰的杨东汉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杨以豪。我觉得呢，以豪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率、很直朗的一个角色。可是他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发现就是这社会对有一些经历，然后他就逼不得要成长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依婷，然后我在戏里饰演的是江嘉佑，然后嘉佑他原本是一个女神，可是后来就因为奇怪的原因，然后就是水肿变得丑丑的，然后就是可以看到他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转变这样，然后他是一个蛮有个性的女生，然后也蛮容易激动的这样。操场那一幕吧，晚上操场那一幕，聊天那一幕。很光美气氛，对，然后把自己送给天空的感觉，就是很那个啊，然后微风，哇，躺在草地上唱歌，对啊，很爽，超级那个的。我觉得以豪跟我的话，学姐没关系，你先接电话，其实还蛮相似的。因为我们其实个性都很直率，然后其实生活上也有经历到一些挫折，之后又成长了一些，然后才蜕变成现在的我们，就更成熟一点。嘉佑跟我的相似，应该就是有种很努力想让自己更好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都很容易突然间激动。太好了！你是以为我会因为他们找你而没有找我生气吗？一切要变了。好，冷静。比较祸害。应该就是哭戏和那个游戏吧。对啊，那个整个天气又超湿超冷，然后我要在下面哭超久，然后都没有伞遮。不能不信守承诺。然后就超狼狈超丑。啊，我也是一样，就哭戏跟游戏，尤其哭戏就拍很多次，然后报仇。然后他语气就整个也是就很吵啊，然后就也不能撑伞，然后就，可是我觉得语气还蛮好，因为我早上下去就一下下而已，然后回来就在那边就回来下起来不用哭，怎样哦？下课后比较累而已，我前面哭了。然后就是不管你们变得怎么样，就是不要忘记你一开始的那颗初心，就初衷，不要忘记你的初衷，然后。好好的去飞，一定要支持，有，一定要，好。时间是7月31日，家中树人堂。7点半。下午。1点半。下午1点半，然后来嘉义什么那个？嘉义高中树人堂准时开始等你哟。好。